繼續咧係講健身室嘅禮儀第二集，記唔記得第一集講啲咩啊？第一集咧，我講千祈唔好去個 dumbbell rack 面前咧做你嘅 bicep 啊、飛搏啊、影你嘅 selfie， 唔好阻住人哋攞 dumbbell 或者擺翻個 dumbbell 埋去，行後少少去做，知唔知 ？OK， 今日講第二集，第二集係講咩咧？各位師兄，我知道大家都睇得到噶啦，你好勤力去做 gym， 好勤力做你個 squat， 好勤力做你嘅 bench press，OK 咩都好啦，唔該帶條毛巾去擺喺個 bench 嗰度 ，OK 抹翻你啲汗 ，OK 我冇由幫你抹啲汗嘅，係咪？各位師兄，唔該合作一下，整潔係好緊要嘅，明唔明白？大家 share 個 bench 嚟用啦，同埋 OK 唔該曬。